首先我们等一下会联系这个当事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们店卖的全部是国产，然后万丈樱呢，那国产出现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，进口的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樟樱呢，每一个人工去内脏的，在工厂那边每一个都会去挑选，然后这个概率是极其的低。这个樟樱我们是人工养殖，所以我们也在核实这个相关情况，以前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，包括我们现在自己抽查也没有出现这个南湾樟樱的情况，我们也在联系，然后我们自己也在筛查。